们到了阿卡库拉观光 hotel， 它直接从饭店的门这里出来就可以直接滑雪了。呀啊啊啊啊！得得得得。どうですか？ちょっと待って。よし。よし。よし。スキーじゃなくて歩きました。ニコさん。滑完了，我们找了一个教练，一个教练带我们两个，太好玩了。没有教练的话，我们根本什么都做不了。我嘴巴已经不太能动了，看我的头发全部都是雪，今天雪真的很大啊，要刮大。